我拍照的录像，你敲的东西啊？就是站在门口，他进来你就敲，就敲一下，一路敲到这个门口，不，就敲一下，就敲一下了，对，敲一下，他相当于是他入场的一个开始。你来吧，你带着工厂，我开到工厂去，我给你敲。贴哪儿啊？这样，敲那个，敲那个，戴口罩。建议戴上，因为会上我那个墙。哎，这就开始吧。稍微让一下，不然的话，我们后面站位的人就没有地方了。不好意思，谢谢。怎么整？不会了。为啥服务器不支持？谁知道？那个同学们，一会儿听我说一下，都稍微往边上靠点，站成一溜，别说这儿不行啊。垃圾给你。对，你一会儿挡着他那个过不来。你那个没事吗？我那个我力不太熟练。为啥？不跟他走一尴尬。那怎么说？他们也没点一下。不是，这个没声音。你看一下我们微博直播没声音吗？上面有人说没声音。你这个拿出来。有声儿，有声儿，嗯，有声儿，行。这个人是干嘛？这个嘉宾死了，没邀请他呀？为啥不能吃？
找到你了，直接问我。哪个下的？是没看到。不是老师，这个不打电话。来不及，当时没调。马上就来，蕾蕾马上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太隆重了，十分隆重。看那头骨。不是，都是我们这儿的员工，大家都想看蕾蕾，就都出来了。跟人家不一样。来了，应该是，应该来了。准备好，应该来了。看见人头了。
片段的白鹰的那个白鹰。哦，看到了。来，各位麻烦两边站一下，来。来，麻烦往后退一下，来各位。吃罐头，给他来。大家往后退一下，往后退一下。留出一个通道给我们，对那个张梦直播，然后对，今天其实也是师傅我们的那个天地五周年的期间，然后非常欢迎高老师来我们天地做客。嗯，对，然后可以，今天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梁胜定做的那个对联，对，欢迎光临，很期待。再见，好不好？对联在这边，对联在这边，大家让出一个位置。来来来来，麻烦让一下，来。一度什么来着？一度为五，然后。相为五，对，相并起，对，好，横批在这儿，欢迎光临，欢迎来。是的，来来，我们的牌面准备起。来，对，这是我们准备的。离人眼没有，那那不是磊磊，磊磊最干嘛？耀眼，好，耀眼。对，欢迎光临。Hello。好，那我们来这边。我们的那个看画接下来可能稍微需要那个天宇结构。然后需要来稍微让一下，我们这边有个签到环节，然后呢需要那个张老师的。我在星星上写。放下。各位，先别急了，先别急了。哎，对，没事。稍等一会儿。我觉得要进去了才行。啊，刚刚这个好近。但我都没来。这都是来过天地做客的歌手和艺人朋友。啊，在当中啊。对，好的。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给你解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隐藏任务，大家都是然后今天差不多了，等会儿再拍。那今天我们的隐藏任务就是会需要我们张老师集齐我们五个红包 bus， 然后呢是你们给我钱，给我红包。对对。好，谢谢。都是五个，就是跟我们张老师天命和张老师的渊源，这非常值得纪念的渊源。对，然后张老师当晚呢会说出您的暗号，您的暗号就是我是张云雷，然后要看到那个图示，他给您对出来，那个才是您要解锁的。我看谁像，看谁我就跟谁说，对吧？好，是的。然后他的暗号会说是。欢迎光甜蜜，那个才是您要找的人。好，好，那我们现在就进，我们让一边给他个通道。哦，对，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入职的仪式。这个是我们给那个张老师准备的甜蜜的红袍。对。问问头发。发型不能问，发型不能让鬼住。好嘞。哎哎。这我平时我要刷卡能进吗？不能。那你给我带干嘛呢？就仪式感。哦，要仪式感。对，仪式感。好，仪式感。好，来，那我们就从那个左边出发。让一让。好好退一下，退一下，退一下，来来来来，好好退一下。张老师发现我们的安保人，来，让我们过去，来，大挂。卡门姐，这个蓝色还挺好看，就是该晕了。慢点。我们左边这个部门就是我们那个项目的负责人，集团品牌公关部就是我所在的部门，然后会负责我们重点歌手艺人的一些宣传，还有一些 PR 等等。来，让我过去。就是在。对，你们笑什么？对，然后呢，我们都要把手机放下。就是磊磊今天给我们带了那个消毒的笔记本，然后可以给我们的同事看上一下，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凤姐，还有我们的优雅这种。Hello， 你好，欢迎光临，你好，来，太远了，够不着。我们的冰淇淋。
淋呢？冰淇淋化了吗？冰淇淋化了吗？冰淇淋在哪儿呢？哦，冰淇淋在哦，对对对，冰块，对对对，冰淇淋来。来，我们磊磊，那个张老师可以派给我们的同事们。不用说，我扔给你。看一下画质，那我看一下画质。当然是。那就不是，那就不对，那不给了。你好，还要来抢的？那不太合适。这是什么啊？哎呦，我也买点儿，我也想。都可以。你自己拿吧。谢谢。来。来，真的以后吧。谢谢。不客气。到时候那个交钱的时候找我助理。多少钱一个？这个100块钱一个，你自己看着办吧。好嘞，来，我们就往这边找我们同事上来留宿一下，安全区。就我。来，都往前走了。对，然后来，你们稍微走。对。对，然后我们可以跟我们那个总经理打个招呼，在这边。来，各位妈妈，我退一下。我退一下。好，退一下。来，小心！我走一下，慢点，快走！走，我觉得我们很热情。然后就现在来到我所在的部门集团里面，然后我会经常负责跟张老师。前点，张老师这边发的那个是好呀。来，各位往后退一下，来。不要堵通道，来，来，对，往后退一下，不好意思吧？对，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派发给我们的同事，然后您别忘了您的隐藏任务哦。看到您觉得有可能是那个隐藏任务，来，拦着点，拦着。嗯，就这一排是吗？这里可能有，看有没有像。你还要啊？对，我可花钱了啊！里面都是你的熟悉的。拦下一个，知道，没有人，所有人都知道。你把这儿。哎，同事可能交给他们有吗？就后边的别让他们跟了，后边不让跟了。我是不是要让他们坐着，我明天来打卡，我有工作证，不能上班。
来，往后站一下，谢谢。往后站，往后站，往后站。让一个通道。来，往后站。往前，往后站。可以。也是我们今天的。来，抢先。快，我也真。你们都给我一个，都需要派，就是前面都有同事可以给到他们。我是张云雷。谁想要冰淇淋的举举手。我是。想要冰淇淋的举举手。我是张云雷。我是张云。我复读机，我这会儿是。您看这边呢。给粉丝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我是张云雷。我在给你冰棍呢。您看，您觉得他跟刚才那个女士一样的面善。我是张云雷，欢迎光临西雅秘书。都是你的。我挑你。为什么没人拿这个呢？这首歌永远的是。张老师，看这边，你拍一张。拍倒了，没有要等。张老师。对，然后张老师给张老师看一下这个第二个红包是什么。这个有吗？这个是什么？请对镜头摆个。来，这个不是。我对谁的镜头？这里，就是、这边。好多镜头。对，这里。咱们这个。好啦，前面还有同事没有收到冰淇淋吗？这叫冰棍儿。啊、哦，冰棍儿。我说了一百遍，我说这叫冰棍儿。谢谢。我得扫，我得瞅一下。好了，我们可以往前面走。这边还没有呢。然后领完冰棍的都去那边扫码啊，结账啊。来，慢点。对对，慢点。对。好，我们往前吧，我们还有好多同事没有收到礼物。小心。哎，这位同事这么淡定的收到冰棍了吗？这里有冰棍，估计都化了。好，我们往下吧。然后现在我们一共集齐了两个红包，但一个不作数。为什么？因为中间那个不是渊源呀，第二个不是渊源。我找到了。对，找到这么快。我找到了。我是张云雷。我对，别往上讲，没事啊。欢迎光临甜蜜。对，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我可以找一下那个，他可能真的。不用，我都笑了，你。好尴尬。真的，我天，又是空吗？我还是离远点的。不作数了呗？对，那就是还是。你把这给我吧。不换。来，可以领取一下那个张老师的冰淇淋。不客气。你们没有吗？来。你不是绿豆沙你们吃吗？阿扁，签了吗？写了吗？我就不动了，我准备。骗子！完了，别站一块。你欺骗了我。回这一行看一下。Hello， 你吃个冰棍。我藏哪儿去了？你好好找一找。我正在找。瞪着你的大眼睛。不要忘了。看见了。不要忘了旁边的人。我哎，他给拆了，这个送你。旁边一次，哎呦，一或许回个头。我是张雷。欢迎光临甜蜜。蓝色天空。这个是第二个渊源人过来，就是在甜蜜季节上线的个人 EP 蓝色天空。我集齐了几个了？集齐两个了，还有是吧？还差三个。还有三个。慢点。好的。还有同
是没有领到冰棍吗？我们有正面，正面冰棍的，大家可以举手啊，不然就谢谢您了。您不客气。来，啊，不客气。来来来，后面还有吗？有，还有好多人呢。谢谢张老师。哎。哎，还有吗？这边没了。啊啊！哦，我给你，给你。刚刚那边给你。谢谢。走。这里这么热吗？嗯。Queen 的直播是 Queen 的直播。热死了。工伤，工伤，这是工伤。来来来来来，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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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有吗？这排有吗？我看到了。这排有吗？看到了。就是那种特别淡定的，不跟他说，特别淡定的同事。我张磊。对吗？对，我看到一点，他说你跟我说什么？没事，欢迎光临。是哪个？这个？这个啊，来来。给 Queen 的直播让个机会。好，谢谢大家。人想多，人想多，你就往这边。好，慢点，慢点，慢点，好，来，上，上，上。啊，对，不像刚才那个。你应该去前面有一个正面的字。给我们签上。但你得今天保证这里边有东西。好的，我还是不行。真的？真的。别让我白瞎啊！什么东西就不是。那相信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对。我先看、啊、不行真的有哎真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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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这是听潮啊对这是张老师与天蜜联合推出的公益歌曲听潮三张了对吧非常好听、嗯、对非常好啊后面有惊喜对还有同事没有领到冰棍吗还有同事没有领到冰棍来来冰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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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毛一根两毛一根来来来吃冰棍了啊那可以啊。来来来来来，各位小心小心。大家小心一点，来来来，还好。来来来来来，小心小心。啊，会吗？对，有可能。有，好热，好热。粉丝都让你把外套脱了，就不脱。冰棍儿，冰棍儿，冰棍儿。哎，对，你们先拿冰棍儿吧。还有两个隐藏人物。我知道，我看到了。我就先，我是你的粉丝，算了。我是，不好意思。我知道你不是张云雷，我是张云雷就行了。好难呀、啊！你们的挑战呢？值值值！我们的挑战呢？不要设计这些桥段。二，好嘞。哎呀，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东西给我呀。我签一个就给你。我保证有福。你们怎么的？那好可以。别急哈，别急别急。我也想要一个红色的欢迎状。找不着人了，小瑞，别小瑞，这，我们最缺一张就好了，对对对，不客气，看一下张老师这个任务是，我是主持人，先挂。啊、对，这个是张老师首登 TME 财报的时候的数字 EP 牵挂，对，好，然后我不会唱一段吧？不缺不缺，来来。给你小风扇，对，然后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同事没有收到小冰棍的、啊？冰棍，冰棍，冰棍，来来来，冰棍，不是，很热吧？他们应该更少。然后我们刚才一共拿到了。我拿到了。来来来，不客气。
主要是人多，平时就是我们还差一个，我们还差一个，应该挺多的，或者是直播看在看直播的那个朋友可以提醒一下嘞，那个张老师还差几个红包没有进。我看到了，我已经看到了。您好，您先拿一根吧。这么明显。您拿冰棍儿。哦，谢谢。您拿冰棍儿。这个给我。您拿冰棍儿。好嘞。对。那你帮我拿来。有。哎，您说那签字开门。这个上面写的啥呀？啊，这个字儿就算了吧。对对对。我们派礼物吧，我们派礼物吧，一会儿吧啊！来，还没有拿到冰棍的同事可以取一下哟。冰棍，他那个电。那我们没看到了。还有这个。啊，我就当时我看到了，我是您好，哎，您好。那个您好，对，我是来送冰棍的，我是张云雷。您是我的。我上的不对吗？是。这其实也没错，这就是他的，是不是？不唱歌就不给我那个红包的吧？那你把我电话给你一下。这是啥？给我翻房客。好 ，OK， 欢迎光临。啊，好多东西。我们上面那真有。因为是白的。我感觉上当了。哦，这个是给你擦汗的。谢谢你，谢谢你。完了，这个有，等会儿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就派礼物吧，来，我们往下吧。来，还有同事没有拿到冰棍的同事可以取一下。终于到我们的大本营了，终于到我了。给我的，我已经把他背后了。好，我就在这守着了。蛋黄，你来直，你拍一个直拍吧。我们守株待兔。对，这儿有互动。这边有同事想要冰块吗？这儿。哎呀。看到了，我看到了。别玩了。您好，我是给您送冰棍的。哇，这是我们有你音乐榜的，谢谢。哦，我张云雷。哦，好，我知道了。有。您还记得他吗？我记得，我在这个鸭子上，我画过画。您猜猜他叫什么？哟。叫哎呦，他叫小刘鸭。好，欢迎光临 TMV。 哦，这个是您的东西。啊，应该对了吧，这回看一下。哦，张云雷，听云见心，自己介绍一下演唱会。嗯，看啊，来啊，抢票啊。什么时候啊？哦，对，7月24日。7月24日，今天手术，明天抢。对，这是张云雷老师的那个首个个唱。我是不是集齐了？好像是。哎呀，是吗？好像是。集齐了哈。好，那接下去我们就可以那个安心的互动了。是。看见他给我这个看到啊。好吧。你说这能怨我吗？这能怨我吗？下一张。啊，你这能怨我吗？这回头送给大家啊，再试一下。没事，帮大家谋福利。哇，这，来了。没事，要不晚点我再给同事们吧。好嘞，行，谢谢。我们往下喽。那我们现在的那个集结红包的任务可能就一起没朋友了。那我现在就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免费的给同事们送冰棍。
这话说的。来来来来，纯粹的红冰棍儿。拿完了。这嫌多。还没有拿下一个。还有同事没有收到冰棍吗？好吧。那个我们那个直播的都说太热了，原来那个是你垫的。啊，不是，刚才跨在那儿说声有点大了。是吗？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冰棍儿，冰棍儿，还有同事没有拿到冰棍儿吗？冰棍儿，冰棍儿，大家冰一冰一下，还有吗？冰棍儿，冰棍儿，冰棍儿，这还有一袋呢。这咱们走过去，这把这跑完了，就不让人喝。这还有一袋，刚放我袋里。好了。一会儿他反了。他的放的，放的轻。你这边最放的我。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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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睛红红的，星星闪闪的。来来来来，师傅你要听不下去了。哦，我都送懵了都。谢谢谢谢。你们要都说拿过了，我就高兴了，我就不用干了。没有同事们没有收到冰棍的吗？冰棍。我刚刚忘记拍了。看看看，哥哥。还有，你也来根冰棍吧，想给人挤上去。我们随便拿哪个都行，都是你的。好嘞，那我们最后一路军队来到这边。你不热吗？你看都出汗了。真强。冰棍儿。Hello， 你好，刚吃过，谢谢。你好，你好，你好。还有拿到吗？冰棍儿。好嘞，还有同事没有拿到冰棍吗？肯定有啊，这不就两个大户人在这坐着呢。您的冰棍，还好这点凉快，哎，兄弟，坐我刚也吃过了。哈哈哈哈哈哈！没事没事，我们接下来要干嘛？接下来我们就是到那个离远点，显脸小。吃根冰棍吧，我问人。会有一个幸运大转盘的那个挑战，对，然后会有六个小任务，然后看您转到。我可以直接在群里面问。走吧。然后转不到我们想要的，我们会抢。哈就是我说了不算呗。差不多是这个。我们稍微保持点距离，因为的确是有点显脸大。看我说的对吧？我现在去哪？对，我们到前面的那个部分，前台的部分。准备去那边那个门口拦着。现在已经好一些了，没那么冷。对，我的天，冷懵了。我在跟上我们同事。我是自己不行了。我们的同事柠檬已经准备了，然后等一下，要是挑战输了的话，就是吃呗。那个，他说这个有点意思，我让文强拿了，但是转盘呢？在前面，在大厅吗？好的，好的，不能用。抢机会。玩啊！那我们在这边。这么快都吃完了，吃第二袋了。不是，小心。红包呢？就是。吓死我了！有几个是空的。空的就不贴了，我先走。没关系，外观也看不出来。这我找出来，找出来那五个，然后我要干嘛？然后就把这个1、2、3、4、5个星星贴上去，就完成这个挑战了。连红包贴吗？没事，贴这个也可以的。然后从哪贴啊？对，从这里开始贴就行。这样贴吗？对，这样，这样吧。
一，对，哇，二，对，这个是我们的首张 EP《蓝色的天空》。然后这个是对听潮风一歌曲，和我们的那个首张登上天地财报的签挂演出，这张好，对，见面照一下。还有个那个7月24对群建新的演唱会，然后就是我的第一张，不是第一张，第一首，对，叫玉枝儿，玉枝儿，玉枝儿，好。啊，非常有意义，对不对？非常对，你说了算，真有意义。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还有我们幸运大转盘，那我起来吧。接下来就是接下去是我们机会也不要大转盘的那个挑战。谢谢老师，您坐下。陈老师，来一下，来一下，大家往后退哈，我快不了了。大家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门口退。我干嘛？对，然后呢？我转几次？文强，文强，我转到了之后，文强，文强，转到了之后就要往后退，往后退。然后有明显的面就是我们精心的挑选了张老师一些特别。开始吧。我来了。一二三。然后你再配一个，好好配一下。哎，社死挑战都有什么道具上？在社死在那边，在那边。哪个？照片在，照片在后面呢，照片在下面呢。这些道具们都在这儿。对，社死挑战，给张老师介绍一下社死挑战都有。好，这个是。是一个您之前的，我看看，我看着黄色的头，我有种不孝。您可以啊，来给镜头，给直播机位的同学们看一下。然后你们来看吗？云云老师这边，云老师这边，这边这边。特别您的青葱岁月，您的过往，您的不忍直视历史。来吧，已经这样了，来吧。谁怕谁呀、啊？这是第一张，来，看，行这样了，来，来，来，哇，特别帅，黄色的头发，我天哪，真的，谁呀？帅，你就别嘲笑我了，你应该说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老师三张都可以看看，还挺帅，三张都看，挺帅，少年感十足。十足，对，这张也是少年感十足，来，十足，来，十足，我这我这，还是大刘海，很帅气，发量王者，你会心吗？英气逼人，可爱，可爱。第三张，第三张是非常的可爱型，可爱吗？看一下，这边也想看一下，清秀。清秀华，你想说啥？这个微博如果还什么？早期的哪年的呀？哟，这14年、13年。现在七年级。现在七年级。你想对过去的您自己说点什么吗？我就想问问你那会儿怎么想的。好嘞好嘞，这个烧了烧了。还有这边是要你要模仿三个鬼脸，这是那个名场面这么难吗？对，真的好，一个吧，那就模仿一个，模仿这个吧，模仿这个的表情。模仿这个哎，直播我冲哪儿啊？直播机位这边，从这边，再看这边，都可以。我们直播拍到了你胳膊，然后被屏蔽了。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能想象到你的表情。那你自己脑补吧，自己想你的表情吧。不要，下面还有两转，还有两转。这个给我。慢点。我看见了，云雷辉是什么意思呢？张老师，这还用说吗？他们都知道云雷辉。有人知道吗？同事，抢不到票，尴尬，有乌鸦飞过，抢不到票，对，抢不到票，太坏了，来，云雷辉，
这里有一个挑战，然后呢，想要张老师体验一下自己抢不到票的那个，让你练一下手速，对心跳的那个感觉。然后呢，就是我们会一起来玩一下，看谁赢。然后有一个男同事，有一个男同事，有一个男同事跟你玩，然后一人按一下，然后看最后谁那么的幸运。肯定就是最后下线，那是我。来来说一下粉丝有没有、哦、没有选择了，感受一下粉丝有没有、哎、谁可以我输了我输了，肯定是他呀，肯定是我吗？那那那然后呢，这个心跳的感觉玩的感受到了吗？啊，感受到了，感受到了。我这么说行吗？行吗？啊。来，然后最后一转了，最后一转。您想表演哪个？我哪个都不想表演，我。你们不直播？再转一次射死。我为什么再看到我射死？再转一次射死。我发给你。谁说的？李爱松。哎，你这个纯是那个，没有人控制的。刚才就有吗？没有。哦，是这个。好简单，来，我们的直播机位在唱小曲儿是吧？三二一，唱小曲儿。什么？说天津啊？师傅，对不起啊。说天亲，哎哎，对了，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黑早了，和星辰呐、啊，嘿，哎，送我成功了吧？对，成功。我接下来干嘛？鼓掌！鼓掌！鼓掌！我送我了。重重的难关，然后我们来这边，我们可以来这边，来，我坐，我坐下，好吧，那边那边哪边啊？这边这边，跟谁？这边，等等等一下，还有，我都是跑楼梯直接下去。想要跟张老师和你的同事可以一起来，对，对面他面向这边，面向对面这边。要跟张老师合影了，请到后面排队。对，想和你的同事请一起来。对，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对对，往后，对，不要害羞，不要害羞。来来来，继续上，继续上，继续上，站这么多人呢。这边往后一点，对对吧？咱们再往后。对，不知道。姐姐，坐一下，坐一下，坐一下，姐姐前面，姐姐前面，前面。我是妹妹。啊，妹妹前面。然后呢？不是您，您得在前面。您得在前面。啊，我得在前面。您是 C 位。好，来来来，叶贝贝。来看这里，这里，这里，这里。一、二、三。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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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来一起喊一下“听云见星”，好吗？来，一、二、三。听云见星。好嘞，谢谢大家。然后我们再出来。走。我的天哪，我也我走不了，走吧走吧走。哎，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有了你，有了你，有了你。都说卡了，直播已结束。我们现在来五楼了，然后等他过来，刚才在八楼。好了好了，大家等他那个坐电梯下来哦。我这个画质很感染。好了，大家再等一下哦。没完，后面还有。开了又。行，没法那个。那你就重新开始吧。太艰难了。啥？
现在说辛苦了。因为我们下楼了，下楼了，然后中间断网了。你给我记一下这个行不行？我给你拿着。人在坐电梯下来，大家再等一下。磊磊坐电梯马上就下来了啊，别着急，待会儿他应该还会有别的。大家都很有秩序，没有挤他，但是因为人太多了，难免看起来有点混乱。看见了吗？来了。磊磊又一起带我们溜达 TME 了，太难了，太多人了，这叫憋一会儿，这次没有用，管不住，管不住，在绿牌可以进是吧？你好，你好，你好，你回工位是吧？对，工位就坐那边。动不了，在这儿。别说有小星星啊，小便便啊，一眼能看到的。没有，这是在北京。来，小心，小心。咱们就远了嘛，然后这边房子会给大家发去。你吃冰棍儿。笑什么呀？吃，别吃冰棍儿。谢谢谢谢。欢迎光临。对，不是，半夜吃冰棍儿。欢迎光临甜品。这不是，因为我当天我看的是别了一个口罩，我让我找特别吗？不能这么变色，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道具啊，特别走心的那种。想想楼上，你看楼上都是些什么？啊？楼上都是些什么？楼上都是些什么？对，都是些什么特别的道具在身上？没发现啊？继续扫楼。没发现、啊。欢迎光临 TM。比如说有绶带呀、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特殊的身上比较另类的，比如说小啾啾啊。比如说。啥、啊？我听谁的？欢迎光临 TM。啥呀？你是卧底的很火。啊，对呀。你知道爱干嘛？不知道哎。尴尬尬住。尴尬尬住。但这边啊，比楼上全部多了。对，这边都是我们广告部的同事。然后大家下午好。你好，你好，你好，您吃冰棍儿。啊，谢谢，欢迎。把一兜都给我拿走了，一兜都是您的了，都是您的了，都是您的了。不要不要不要，都是您的，都是您的。来来来，这个要是吗？好嘞，谢谢。啊，我也都。
我提个，谢谢。来，欢迎光临甜蜜。光临很久了。哎，你应该跟我们鸿飞拍一张照，他唱那个《探清水河》唱的特别好。是吗？那对，唱一个，鸿飞唱一个来。没有了。看一个吧，这是我们的外交官，你知道吧？就是我们的，来我们的直播机位对着我们的同事。哎，忘词儿了。什么叫 Q 页遮满了天？来，把词儿拿出来，来，我们外交官。满天，你起，我跟你说。好呀。桃叶尽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再起为这个民啊公，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儿有一个宋老三啊。是，我白唱了。完了，有这个环节吗？本来，啊，本来是有这个环节。这个环节。那我上哪找那个人啊？对，我们去。这个有一个。热心的。哦，还有这么热心的。对，跟我们文化特色有关系。啊，这是干什么的？你也是的。谢谢。还行，还行。你把他连过来。在哪找？那不说的是我吗？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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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家终于出现了，他需要干嘛？这里面有一个小挑战，然后恭喜张云雷老师解锁了我们的隐藏任务。啊，你那边的刚才还没有发到冰棍，那你帮我给一下。是啊，然后呢，我们这位同事会在云雷老师的后背写一些神奇的暗号，然后云雷老师来猜一下，到底是一猜出来会是什么意思？对，然后您。他画在你最后画的这个，然后画完之后猜一下他给你画的是什么内容。来吧。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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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画吧，来开始。你能再画一遍吗？好嘞，一画，两画，三画，四画。毫无难度。我写第二个字了。啊，你写吧。它有可能是图画，有可能不是字儿，就有可能是图画。你能再写一遍吗？好嘞。这是一个什么标志？对，这是什么标志？这是什么标志？打雷啊！那个和那个加起来，跟哪个？跟咱写的第一个，这个二雷。这是你自己说的。这不是二吗？这不打雷吗？二雷。啊，三对，这个
个对，其实是云雷。哦，云雷啊！但是我觉得二雷更加的贴切。完了完了，这都过着，以后都管我叫二雷。写了个外号。二雷。第三题。这是第一个，你再写一遍啊，先练大，卡了，然后说怎么着，你再写一遍，网络在吗？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字母，这是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对，第二个，我猜着了，对，啊，连着写，这个吧，对 ，TME， 哎呀，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数字，写什么？写什么字？大家也猜的是什么？对，我们办公室这边信号不太好，我已经开在 4G 了，但是有人答对了。对，便秘五什么？五周年。对。生日快乐，对不对？我这大概其我能捋清了这个套路了，你肯定是跟这个有关。很棒很棒。我没有惩罚了吧？没有没有。那我借柠檬送不出去。那你要想吃也可以给你吃。那算了吧。好，然后我们到左边还有我们的隐藏任务。还有啊。啊。你以为只是来开心的送个礼啊？是吗？那就他们还没吃到冰棍呢。结果不是。那还有很多同事，还有同事没有拿到的吗？吃冰棍。吃冰棍。吃冰棍。这里没有。不是，这里也没有冰棍。啊，这车里没有冰棍。在这里，因为我不爱吃老干。这里是什么？也是。到这里也是。这里都是。吃冰棍，吃冰棍，吃冰棍。Q一下。吃冰棍，吃冰棍。电力直播不满吗？不客气，不客气。然后我们线上的直播观看的那个月粉丝已经超过100万了，然后磊磊可以跟他们说句话就好。什么超过100万？人，我说什么？很高兴，我是二雷。嗨，很开心，我是二雷。啊，这边还没。这边还有东西没收到吗？有呀，我都没。来，过一下。我觉得不错，谢谢。还能吃吗？哦，这边没有。跟我自己的签字是的，这很有特色。
来来来，别打断我。哎，我们看这里。哦，看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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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看这里，谢谢。我的，好好好。对，然后接下去就是我们内容活动部的，就这边的板块。然后在这边我们会有三个一个台人，还有。你想说什么？啊，你可以在这休息一下，这有风扇。啊，不是我，你先告诉我要说什么。说一怒为五。对，你说一怒为五，然后对方说。听云见心。听云见心。我就有没有？他也是比较有标志性的，可能头发上戴了一个。没有过。来，我们从这边走吧。从你们走。我说什么？你说一路为我，从哪开始？来，我们现在同时送一些冰块。你不送东西，他们就不告我呗。对，这样的。整了个签子，这是好东西。每个组上的证都有，看不动了。哦，可以，我也是。哈哈，大哥，他管这叫肥皂。他管这叫肥皂。吃可爱多，越吃越可爱，跟我一样可爱。啊，我还没说呢，说什么？你看他像吗？他没有。您说了说的。一路为五。一路为五。对，然后同事们大家可以来张老师这边领取冰棍儿。可爱多，谢谢。一路为五。一路为五。垮掉了。因为没有可爱多了。是哪个？不客气不客气。一路为五。发一路为五，一路为五。有啊，还好。你们在气这个人吗？你不是骗我吧？没空。一路为五，一路为。待会儿会有唱歌，没有了，我再给大家送冰棍。你看一路为五，一路为五，来，到前面去吧。你不是骗我吧？还有。啊，我从哪儿翻？前面这儿，左边还有好多同事们，这都不翻了吗？一会儿，你们去那边等，从路径是那边。你不会告我送完之后一个都没有吧？谁比较明显？我比较明显啊。他让我找，对啊，他好让我找人。你们老师偷偷告诉他答案，不能告诉我。就我这个眼神。不能告诉他。不是，谢谢。不客气。你马上到了，到了。你有多少？一路为五。我说一路为五。你说一路为五，你没有安装吗？没有，你带这个骗我，我都骗我呢。没事，我们往下吗？啊，这里还有呢，这个还有。不是他带这个。哪有啊？你骗我！我这一会儿。
为我，我这边都给。画中寻。哇，好棒呀！古筝吗？哎呀，送给我了。对，哎，我们鼓掌。好好好，鼓掌，鼓掌，鼓掌啊！对对，奖励了，我们中了这种奖励。你看我一眼吗？我一直在看着你呢，我特别爱看你，我也爱看你。你这边还有同事没有拿到冰棍吗？还有吗？你都拿着吧。冰棍，冰棍，冰棍，冰棍。我吃冰棍。一路为伍。好了吗？还卡吗？我这画画行吗？哎，我画画怎么卡呢？哎，真的。耶！不是，你们得这么看，你看看这表面上是一页，其实仔细看是两页，对吧？这大师级才能画成这样。你怎么没？你看，这个画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这个也是画的耶， yeah， 你这么看呢？啊，这也是瘦版，就怎么着吧？这我要拿着吗？啊，没事，你可以给我。我给你。然后呢？好了，我们节目上还有一位。来，各位让一下，让一下，来，他会不会也是？来。我看见了，来，先这边，啊，先这边啊。不夸完冰棍儿，不行啊，他都拿走了。我以为，偷行啊！吃冰棍，我看你问。啊，就不让我来这儿吗？凯克，兜了一圈，在这儿看到你了。对，我在最后等你呢。没有我呢。那大婶再跟我握个手。哎呀，真有我了。肯定有别人的。吃冰棍。您好，吃冰棍。那拿两根也行。好嘞。这边。大边。这边还有这边也有同事。这边还有同事。我一个一个来啊。吃冰棍。您好，吃冰棍。谢谢。你为什么不吃可爱多呢？我也想吃可爱多。谢谢。给你一根可爱多。谢谢。还有最后一根可爱多。给谁呢？两人都看着我，只有给他了，把他留下了，给他把你留下了。你给我，你随手给我。你这个。哦，这个好贵。你好，吃冰棍。
在直播。我也吃冰棍儿。吃冰棍儿。好，您也吃冰棍儿。张老师，您还记得一个任务吗？啊？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啊，我知道。加油，加油！我不用说，因为我已经看到他了。哦。我已经看到他了。你看到他了。这边改了吗？这边还有同事没有拿到吗？吃冰棍。没有拿到的同事可以举一下手。吃冰棍。你也是这边。没忘任务，一直惦记着任务呢。到我。吃冰棍。我就是在这儿呢。到了。你好，吃冰棍。对不起了。我都多少年没看见这种。哎，吃冰棍儿，吃冰棍儿。哎，那话怎么说来着？我忘了。一路为伍。你们俩。下去。告诉我两个同事一个。然后。这个扇子，然后再讲一个太阳。现在放的这歌。对，美剧。太阳落下山，秋虫儿闹成喧。我再送你两句。日思夜想到表哥哥来到了我的面前呢。我一猜。还有谁？要吃冰棍儿。你也吃冰棍儿。我玩这还有换东西吗？对，快的话。对，最后一个了。吃冰棍儿，吃冰棍儿，吃冰棍儿。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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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没拿？辫哥，你超帅的。现在入坑还不晚。然后皮肤超好。早就入坑了。我怎么画？我画个胜利叶的表情，对吧？谁心？在我这儿。看着啊，要在我这儿。看着啊，就是那种胜利耶表情，看我画的像不像啊？就是，哎不，好，看我画的像不像啊？不是啊，就那拳头，看到没有？好，耶。这是兔子吧？这个大哟，意境就是在这儿了，你知道吗？你看，表面看是个耶，其实它是个兔子。哎，小白兔。对。然后，白又白。有深意。有深意，好，我是不是任务完成了？对，然后我现在干嘛去？我们接下来就是可以继续拍，从楼上一直折腾我到现在。要不坐这儿歇会儿吧？来，坐这儿歇会儿吧。然后我招待招待。就可以到前面去了。前面干嘛去？前面有一个唱歌，哎，唱歌去了是吧？我跟谁对唱？我来，我看看是谁。对，他们还没有冰棍呢。对，可以，可以。来，谢谢。你也拿一个吧，挺热的。您吃，一直挺多辛苦啊。还没有取的同事可以来领一下，磊磊牌的那个冰棍。太多了，我点了。都拿起来，都拿起来，来，吃冰棍。有人同框了，我真的又同框。吃冰棍。冰棍已经化了。哦。这个东西应该好吃吧？大家都领到了吗？大家都领到了吗？今天领到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前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磊磊和同事的最上款。你不热吗？你这吃冰棍，这么热你还穿这么厚？吃冰棍啊，拿过了。哦，多诚实啊！要不马上吧，我现在就给你。一会儿啊，我哎，那个人就你们拿的要钱，
我就没录过一根耳朵。啊，不是你把钱直接给我就行了。我现在给你唱。一会儿是多少钱？一会儿你打的，好吧？那你直接找他就行了。啊，你甭管了，肯定让你后悔。一会儿就发现。我们这边还没有送呢，这边都没有。吃冰棍儿，吃冰棍儿，咋拿冰棍儿啊？啊，我这我送了你好几次冰棍儿了。好你。你还选什么？这个是冰棍儿。别叫哥。回头。拍照呢？你们酸吗？你们酸吗？又拍呢，我都酸了。男粉也拿了一个自拍，你也吃了吗？老好吃了。嗨。画质很不好吗？注意一下声音，要注意一下声音。现在好点了吗？网不是太好。马上结束了。太辛苦了。比我唱好，我玩儿。好听，想起海底，始终就从未有想。
哎，还真是。太阳轻轻拉了，夜空的雪，夜却在这飘荡。何回头看你所有沧桑，往前走一步，选择方向。朝花随风，落进浪潮里。你一起合唱。准备结束了。送我东西。对，特别厉害。
然后也谢谢大家关注我们有你音乐榜，然后那个我们稍后有可能会有专访，请大家期待吧。卖一个关子，先不告诉大家。听云见心，对，然后呢？用这个听到你的心。对，对，专访也是在这个号更新，请大家关注。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大家那个多多支持我们张老师，马上接下这个歌唱《听云见心》。行，好，谢谢。谢谢张老师，接下来听云做客，然后我们成功的几位歌唱。好嘞好嘞，那我就挂了，谢谢大家，我们下回再见吧，请大家以后多多关注有你音乐榜哦。